各位朋友，你哋好，欢迎收睇粤语头条，我系主播 Coco。烂尾咗26年，业主孭住一身债，到死都收唔到楼。呢、这个就系广州最大嘅烂尾楼盘澳洲山庄。直至26年之后嘅今日，有一啲业主等到头发都白晒，甚至有一啲已经过咗身，都冇等到真正属于自己嘅房屋。熟悉楼市的朋友应该知道，澳洲山庄是广州最大的烂尾楼，至今已经烂尾26年。最近广州楼市动静不断，就连发拍房市场也都坐不住了。其中澳洲山庄一下子有32套单位挂上了阿里拍卖，原来的业主有望迎来房屋置换的机会。马女士而家已经就嚟90岁高龄啦。佢喺20世纪90年代中期嘅时候睇到咗澳洲山庄嘅广告，话首期只需要38,000，月供488蚊就可以买低一套别墅盘。估唔到当年嘅一时冲动，竟然令到佢同另外嘅30几户人家一齐喺一片烂尾楼盘入边，克服各种嘅困难，居住咗24年，都冇等到楼盘嘅重建同埋房产证。而家佢同众多澳洲山庄嘅居民一样，终于迎嚟咗一丝曙光。近日澳洲山庄一下子有32套单位挂上咗阿里拍卖，原来嘅业主有望迎来房屋置换嘅机会。今次攞嚟拍卖嘅澳洲山庄32套房，位于澳洲山庄3栋楼，由1楼到6楼，建筑面积咧由59平方米到70平方米不等，起拍价由108万至125万不等，折合单价18,000蚊每平方米，将喺9月11号到12号拍卖。由阿里拍卖提供嘅图片嚟睇，呢几栋小高层类似毛坯同埋类毛坯嘅状态，由外观上面睇嚟系水泥外立面，连个门窗都冇，完全就系一副人哋成日都话嘅叙利亚风格嘅样。有一啲入面咧已经简单装修，摆放咗办公台凳等等。个别嘅房屋入边摆放咗办公台、床铺、储物柜等等，阳台上边晾住衫，实际使用嘅痕迹相当明显。针对呢个单位，法院特登作出咗瑕疵说明，法院唔对财产质量作瑕疵担保。待拍卖嘅房屋，法院净系负责并付场地，并且办理预售过户落保，但系唔承诺办理产权证。另外，未办理产权证、未建筑施工完成、未验收、未通水电，唔具备交付使用入伙嘅条件。而据一啲业主透露，呢啲单位基本上系发展商自持嘅房源单位。至于被拍卖嘅原因，大概率同发展商自身嘅债务有关。咁问题就嚟啦。咁样嘅条件，毛坯房空置咗26年，唔通水电，有边个会使18,000蚊每平方米嘅价格嚟买一套烂尾楼啊？我哋先唔讨论呢批房产嘅户型设计系咪过咗时，淨係空置咗26年，唔通水电，而且仲唔承诺办理产权证，就已经足够劝退晒啲买家啦。况且同样嘅价格，增城完善新房，无论设计、产品、配套等等，都系不断迭代过嘅，咁咪仲好。但系如果有公司集体拍咗落嚟，对呢啲房屋进行整体修缮、通埋水电，并且能够帮助办理房产证，或者将呢啲房屋重新建设，咁样佢嘅价格就会大大增值。因为澳洲山庄而家嘅自然环境同埋周边环境仲系非常之唔错嘅，该项目通流巴，加上毗邻水库同埋公园，依山傍水，风景如画。眼尖嘅观众可能亦都发现咗，
虽然澳洲山庄位于而家嘅黄埔新龙镇，但系点解发拍网页上面就写住增城澳洲山庄嘅呢？只能够话，因为楼盘烂尾嘅时间实在系太耐啦，就连所在嘅行政区划都已经几经更改。简单嚟讲，澳洲山庄所在地金坑村金坑林场嘅归属，大致以2005年为分界，之前咧属于增城，之后咧就属于罗岗黄埔。正系多次嘅行政区划调整，令到澳洲山庄烂尾楼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为后续项目盘活嘅滞后埋下咗伏笔。法院攞嚟拍卖都只系行出咗第一步，跟住落嚟业主嘅问题解决先至系终极解决办法。澳洲山庄嘅烂尾问题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当时广州澳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征用增城金坑村1000几亩土地开发楼盘，打出咗首期38,000，月供480，拥有嘅系澳洲嘅度假环境嘅广告，引嚟咗众多嘅购房者。澳洲山庄1995年项目启动建设，到咗1997年首期工程接近尾声，并且正式对外开售。该项目先后吸引咗近2000户签咗合约，购房者之中唔少仲系退休干部、工程师、高校教师等等。正系因为依山傍水，吸引咗唔少人嚟置业。马女士咧就系呢啲人入面嘅一员。佢因为睇到澳洲山庄环境优美，首期又唔贵，月供咧亦都可以接受，所以就毫不犹豫咁落手买咗一套房。估唔到买咗入去之后，唔到一年嘅时间，澳美公司经营不善，高层管理人员携款外逃，导致资金链断裂。加上房屋报建资料唔齐全，消防验收条件唔具备等原因，楼盘自1998年开始建设停滞，最终大部分嘅单位咧成咗只有建筑框架，冇门冇窗，冇办法入伙嘅烂尾楼。亦都有业主唔甘心自己嘅心血冻过水，干脆直接就住咗入去，先至形成咗至今仲未完成施工、未办理产权证、未通水电嘅情况之下，部分房屋已经实际有人使用过嘅迹象。最终协调嘅结果就是澳美公司帮喺入面居住嘅30几户居民通咗水电，啲业主苦中作乐，经常都要行好几公里先至见到人烟。为此，一啲业主咧唯有自己开咗山地种咗菜，接咗山泉水嚟饮。作为城中村一处遗留长达1/4世纪嘅商巴，期间亦都曾经喺2013年、2015年传出澳美公司引入新合作方盘活重建项目嘅消息，但系其后亦都因为系列纠纷问题，使得项目陷入僵局。最终30几户业主只系将澳洲山庄简单装修咗一下，就住咗入嚟。但是20几年了，有些业主由黑头发等到白头发，甚至乎有一些已经过了身，都没有等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屋。估不到最近几年，由于附近村庄的拆迁，澳洲山庄迎来了不少的村民前来租房，超市、饭店、小区慢慢地热闹了起身，而且小区入面都有保安，安全亦都冇问题。与此同时，班业主期望小区能够恢复重建嘅信心同埋决心一直都冇改变过，通过各种嘅途径反映同埋维权，后边嘅问题呢亦都出现咗转机。2013年广州市处理烂尾楼专责小组嘅处理，准备引入广州方兴房地产建设有限公司来合作开发，并帮助解决资金问题，并新建了一批待售的别墅。但是后来因为澳美公司和方兴公司的一系列纠纷，问题的解决再次落空。
今次发拍的讯息可以看到澳洲山庄的重生又多了一丝希望。在一份由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出具的关于司法拍卖的复函之中，明确写着澳洲山庄作为历史遗留问题由澳美公司开发建设，现阶段正在推进由政府主导的购房业主房产置换工作，澳美公司自持房产未纳入政府主导置换房产范围，因此建议澳美公司自持房产之中被法院拍卖的房产不纳入政府主导置换房产范围，其余可按有关法律法规执行。至于函件入面提到的正在推进由政府主导的购房业主房产转换工作，业主表示情况属实。据悉，有关部门已经同澳洲山庄的业主进行了沟通，方案呢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异地安置，另一种呢就是选置房票方案。至于具体怎样实施，而家还未有定论。睇嚟澳洲山庄的重生还有好长的一段路要行。而家当年被澳洲山庄的山和水吸引而嚟，盼望住过上诗和远方的理想生活的业主，还在度苦苦等待好消息的到来。今期就到呢度，我哋下期不见不散。如果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点个赞、关注、订阅支持我哋。多谢晒，拜拜。